唉，怎么办？果然昨晚应该逃跑的。蛮神大人，预言之子预言的时辰快到了，是时候去开启神地了吧？又是这两个人。蛮神出来了！开启神地自然没问题，你们带路吧。哦，谢谢蛮神，谢谢蛮神，谢谢蛮神。蛮神，他居然真敢答应。他只能答应，我们就等着看他出糗吧。蛮神大人，这就是我们蛮族的神地。请蛮神大人一定要开启神门，振兴我蛮族。我会尽力的。加油，蛮神大人！啊！哦，这个门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啊，莫不是？内有玄机，我倒要看看能把整个蛮族实力提升到圣胎境的神门到底有多强。蛮神大人，要是打不开可得说呀，省得后面再丢人。造化诀！这神门怎么出现在这里？手怎么被吸住了？快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这神门在吸收我的力量。族长，蛮神大人怎么还没把神门打开？神门的威力巨大，即使是蛮神也要耗费很多神力才能打开，我们一定要相信他。蛮皇怒，神门上居然记载着一种秘法战技。别追我了！怎么都钻到我身体里了？蛮族的各位，看来你们认为的蛮神真的就是骗子呀。就是啊，难道大家还要一直陪他浪费时间？住嘴，有本事你们就去打开神门，否则别废话。是，蛮神大人加油，加油啊，加油，你可以的，蛮神大人你可以的。蛮皇怒，看来蛮皇怒就是开启神门的钥匙。怎么会打不开啊？我明明是照着门上的方法做的呀。哦，一定是开门的方式不对。给我开！开呀！哎呀！蛮神大人加油啊。行了吧，这个家伙如果能打开神门，那我就当场裸奔。要不是黑海女子帮我为天书开封，我肯定被这门的能量给吞噬了。神门打开了，多谢蛮神大人。这怎么可能？都起来吧。可恶，
我不信你张兄不要啊，不就是神门吗？这家伙都能打开，我就不信我不能。这怎么可能？不自量力。虽然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手段，我还就是不信这个邪了。哎，交给我吧。这难道是是蛮荒诺？真的是蛮荒诺，太霸道了，这蛮荒诺也太霸道了，差点就抽干了我体内的灵力。蛮荒诺不是已经失传了吗？难道他真的是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你没事吧？两位，你们可还记得自己所说过的话？明白，我们这就走，这就走。等一等，组长还有什么事吗？刚才他可是说了，神门打开就裸奔的。那个只是我随口开的玩笑啊。胡闹，男子汉就要敢做敢当，怎么能随口玩笑？这个我既然你不愿意，那我们来帮你一把吧。来人。是。等一下，别害羞嘛，很快就好。别乱动啊！不要啊！我没说过那句话，为什么也要扒我衣服啊？组长他到底是故意的，还是把玩笑当真了？哎，你们怎么还打起来了？不是，别下手太狠啊，打个半死就行。哦，对了。记得看看他们身上有没有什么好东西，全都顺过来。